女孩惊恐地发现，父亲竟在用平板偷窥自己。因为自己一想到什么事情，平板上就会同步显示。她疑惑时，屏幕上就显示疑惑；她眯眼时，屏幕上就显示眯眼。所有想法和动作在平板上完全无所遁形。 女孩懵逼了，怒气冲冲地拿着平板就找到父亲，质问父亲为什么要偷窥自己。父亲见此不再隐瞒，告诉了沙弥拉一个残忍的真相：自己有次和他出去玩，两人正开心时，妻子却着急地打来了电话，要两人立刻靠边停车。而正当他不明所以时，沙弥拉突然就开始抽搐，紧接着开始不停干扰自己驾驶，差点导致车祸。所幸自己安全地停下了车。刚开始他还以为沙弥拉是癫痫，本想送他去医院，可没想到却被赶来的妻子阻拦。 说女儿只是没电了，也是从那时自己这才知道沙弥拉是机器人。得知真相，沙弥拉感觉受到了欺骗，原来自己的人生不过是一串代码。他冲着父亲咆哮：“为何不一开始就告诉自己是机器人？”父亲这才说：“因为沙弥拉相对其他机器人而言，已经拥有人类的外表和真实的情感，这模糊了人类和机器人的界限。他的存在违背社会伦理，一旦觉醒就会被销毁。平板是他的监视系统，但自己从来没有使用过。” 随后，沙弥拉得知只有母亲才能关闭自己的监视系统，但他没有急着前往，而是先录制了一段死亡视频，接着再找到了校园里的智能机器人，要他帮自己一个忙。做完一切后，沙弥拉这才找到了母亲。他要母亲立刻将监控系统关闭，但母亲却不同意。他装监控系统是怕沙弥拉有危险，自己能及时去救他。但沙弥拉却不信，他觉得母亲只是想研究自己。随后便拿出了死亡视频，里面揭露了母亲制造了自己这个机器人。母亲想强抢，但沙弥拉早就将视频放进了邮箱，五分钟内自己不处理就会发送。 送给所有人。思索再三，母亲妥协了，将沙弥拉带进里屋，拿出设备，准备将沙弥拉的监控系统关闭。沙弥拉警告母亲别耍花样，因为他已经知道母亲可以直接控制他，并且随时删除他的记忆。所以他之前提前找智能机器人，就是为了给自己的记忆上锁。母亲见此没有办法，只能将他的监控系统关闭。沙弥拉真正获得了自由，可他没想到的是，他还没潇洒两天就被人发现了。 机器人公司高层检修机器人时，发现了沙弥拉的存在，准备立刻将他销毁。他直接跟踪了沙弥拉，沙弥拉也发现有人跟踪，当即被吓得一路狂逃，但却甩不掉对方。而这时，一个陌生女孩突然出现，她找到了沙弥拉，说自己有办法帮她逃避追捕。沙弥拉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帮助自己，陌生女孩却说：“我们已经认识10年了。”